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7月10号，张医师线上课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疾病与衰老四。张医师，请您开始。疾病与衰老，还是有很多人不了解，而这一段又蛮重要。如果有这么多志工还是不清楚，那我们再把这一段再复习一下好了。由此可见，不论身体有病无病，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都不可作为主要诊疗对象。只有当其中异常形态，以白内障为例的果，已造成患处体伤，阻碍眼睛功能的因，再由患处体伤、眼睛功能受阻的因导致病症，视力减退的果，且需经按推原始痛点无效，西医才能从果治疗此异常形态白内障。由此可知，果虽然可以影响因，但只有因才能生果。此意味着只要因改善了，果也能够因此获得改善。这正是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不仅可解除症状，还可解除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及组织受损的原因。这里哈，你们就看出为什么当时候哈，有人在想帮我，有些志工好意想帮我修改，然后却把那个因缘果删掉，我就非常紧张，因为这一段的重点全部都在讲因缘果。那我再跟各位讲，原始点它的理论哈，只要有牵扯到西医的，我几乎都会用因缘果理论来破他们，因为因缘果最容易看出这中间的因果关系。那因缘果确实是原始点里面最最重要的理论，也就是讲主要的理论。当然有些如果在谈原始点的理论的时候，有时候会用因缘果，但是很少，有时候就直接讲了，就甚至连因缘果也不提了。比如说我们在诊断与治疗一开始，我们说为什么会造成体伤，体伤及热能不足会是疾病之因，我们就用生命怎么来维持下去，来导致，比如说生命要能活下去，一定要有怎么样组织器官正常运作嘛。那组织器官运作背后一定要有一个热能去推动它嘛。那如果热能不足出现了问题，不能让它维持正常运作，那就会产生疾病嘛。所以疾病就有可能热能不足也会影响，那体伤也会影响。这是从理论上谈。但是你看，我就不谈因缘果，因为原始点它的因缘都讲得很清楚，因为很简单嘛。疾病就是体伤就是因嘛，这样就可以导致疾病的果嘛，那我就不特别强调。但是西医因为常常是忽略了什么呀，他们会果生果，我很担心这样。然后讲久了，真的他们西医讲了白内障会生出一个视力减退来，或是后面就讲骨刺会压迫，然后甚至直接就讲，因为你骨刺才导致酸痛嘛，坐骨神经痛嘛，或是手麻嘛，类似这样所以我是这里既回答很多人的问话，就是那到底会不会在原始点里面检查出来的都是果，绝对是果这一点我们先站稳脚步。那他们找检查出来既不是疾病之因，当然就不会导致了，那不会导致，所以我不认为他们会成立。但只有这种状况会成立，就是它真的阻碍了我们组织器官运作的功能了，而且一定是属患处体伤，
如果他住底商，他也不能成立，哦，所以我这里就直接写患处体伤，啊，那造成患处体伤的因，然后再由患处体伤的因导致另外一个病症出来，不是异常形态又生出另外一个异常形态来，不是这样，是再形成另外一个病症来，哦，那这里我们就举白内障。所以如果你们看懂了，事实上刮胡内的也不用读，但这一句就是原文，就是只有当其中异常形态的果已造成患处体伤的因，再由患处体伤的因导致病症的果，这一句就是整个原文。但是这样，因为它是全书里面最为关键的一个观念，很关键的一个观念，以后包括诊断与治疗之后，医疗与保健什么再也不谈这个了，那就是只有在这里谈，所以这里变成一个必须要把它讲清楚的。那这里，所以我发现为什么我这么中意在意的，就是它真正原文是这样，但是真正有人一看完就知道答案的，已经知道我在讲什么，不大可能。因为这一段有一点难度，所以也是全书里面我刮胡最多的，就是异常形态，我认为不大可能看得懂，所以我就用刮胡以白内障为例，哦，然后以造成患处体伤，比如说白内障阻碍了眼睛功能，哦，让运作功能失调了，或是不能发挥了，哦，那这个就叫体伤，哦，那体伤当然就是因咯，然后再由这个因，哦，因为它被阻碍了，哦，眼睛功能受阻碍了，哦，再导致视力减退或模糊的果出来，那这样就能成立了。如果我不刮胡做这样的举例，不可能看得懂的，因为这一段确实是很重要的一段，但这个如果纯粹谈理论，没有人看得懂，但这个理论是很重要的理论，所以不能改，不能你直接就，哦，比如说异常形态，哦，已造成患处体伤，再由患处体伤导致病症，你把因缘果都去掉，那这个重点就没有。因为要把西医的道理讲清楚，一定要借助因缘果的理论，这就是原始点。只要你们全书注意一下，在谈西医的问题的时候，一定用因缘果，这个是最快速的，啊，那所以这个刮胡里面只是进一步说明而已，还不是主要的原文。但有些人会把，这个白内障这些叙述啊，当作是主要的原文，然后反而忽略了，这个我在提的，这些。异常形态造成患处体伤，这是原始点的理论，这个反而用举例来取代我们的理论部分，那也是不恰当的。所以等于这一句话很多人想改它，我认为这一句恰恰全部都不能改，也就因缘果不能改，然后写法也不能改，你怎么写，我这一段因为以前改了也改蛮久，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大家要改它的时候，我就深刻的体会了，他们好像不了解我真正的原意，然后我的原意也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几句话就把它讲清楚，所以这个让我就是几个礼拜前就是在讲，让我很困惑，所以我才重新把它写清楚。我认为这一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那这一段后面再谈的就是就这一段再把它讲清楚，有其必要，因为后来的书就没有再提起了，好，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这里前面回答他们的时候我已经讲，西医检查出来的异常其实都不能成立，唯一一个能成立的情况就是异常形态。那这里如果大家有注意到，那异常指数为什么不提？因为根本不用提它，它也不会造成患处体伤，因为它是抽象的数据，连提都不要提，
也就是如果讲严谨一点，异常指数根本是没有意义的检查。如果讲开了就是这样，你把它讲透彻，异常指数完全没有，因为它也不会造成患处体伤，也不会由患处体伤再来导致病症。那为什么要去检查那些抽象的数据？那这些抽象的数据在身体的意义上，我们身体刚刚有讲过，不外有两种变化嘛，一个就是老，一个就是病。你以为你检查出来能脱离老跟病吗？不可能嘛。同样我们观察体表或是要观察什么，你顶多也是看出老跟病而已，你难道还能看出什么来吗？不可能的一句话。好，那这样说来道理很清楚嘛，这些检查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老跟病。好，那异常形态就是完全属老。那为什么跟病又有关系呢？它事实上它既非疾病之因，也非疾病本身，照理跟疾病完全无关，但我们这里特别提出来，只有一种情况，这也是全书唯一替他解释的一种情况，就是异常形态的果会影响到患处体伤的因，再由患处体伤的因导致病症的果，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有可能被承认。而且在这种承认下，因为他们这种诊断，因为像这种能成立的情况因为非常的少，所以到底能不能成立还要经过原始点来鉴定。简单讲就是我其实还是怀疑他们这个理论，就是这种说法还是不靠谱的，也就是他必须在原始点按推无效后而确定这个是患处体伤，那这种就有可能，我只能说有可能哦。有时候如果你再进一步用原始点把患处体伤也解决了，当然他们也可以解决，像白内障割完也可以解决，那我们用患处体伤我们还是可以解决啊。所以在患处体伤我才承认他，那这时候按推无效，西医这样治疗才可以这样重果治疗，就是再一次保障读者不要因为西医这样说了然后马上就去割，那事实上跟白内障万一无关呢？因为一按就知道那是他处引起的，根本跟患处无关，那不就是白割了吗？然后割手术的过程中还有可能怎么样伤害身体，而不是手术每一次都一定会成功，你还是要想万一耶，因为在西医手术之前都要让你签切结书，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没有把握说百分百一定成功啊，所以万一失败了你要追究他怎么办？所以那我们从我们的保护，我们不是一定要去签，而更有效的就用原始点试试看，这个比你签名还重要，这个动作要做啊，这个动作又不难，所以我说其实原始点很简单，但可以解决很大的，包括像这种诊疗，西医诊疗的盲点很快就可以看清真相来。所以我说从因缘果的理论可以看出医学理论的对错，而这个医学指的是所有的医学，包括中医也是，只是我对中医可能没有必要讲那么清楚，因为中医不讲清楚不是说他没有问题，而是他犯的错没有像西医这么严重，动不动就要开刀，中医没有啊，他顶多就是蒸一下温敷，吃个中药应该伤害还不至于太大，所以我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西医。所以我今天就把，因为大家有疑惑，我想再进一步这样把它讲清楚，我想我这样讲应该大家就清楚了。那再经过原始痛点按推无效，那你西医再来处理白内障，这样就应该可以了。所以这里当然就结论就讲了，果可以影响因，然后如果你要把它完整的讲
果虽然可以影响因，再由因影响到果，其他的果，导致其他的果出现，那这个说法就可以。但我们简短的讲，也不要那么复杂。果虽然可以影响因，但最后要说的就是，还是一句话，只有因才能生果，果不可能生果的，所以它一定要透过因，再由因生出一个果来，这样可以的。好，那这样就代表什么意思？这里此意味着，那既然所有的果都是由因引起的，包括异常形态也是果啊，老也是果，病也是果，那你只要因改善，老也可以治，病也可以治，那原始点不就更好了吗？所以下面这一句话指的就是这样，正因为可以改善，从因下手嘛，体伤及热人不足，所以不只可以解决疾病，也就是我们的症状，还可以解除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及组织受损，那这些都是果嘛，组织受损是病，异常是老，那它的因还是体相及热能不足所致，所以我们处理完这些当然就可以解决了。我想我这样解释应该大家不会有疑惑了。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那么异常形态影响患处体伤，再由患处体伤导致病症。为何虚惊按推原始痛点无效，才能从果治疗？举例来说，手指麻或坐骨神经痛，若西医诊断为颈椎之骨刺或腰椎之椎间盘突出所致，头痛或食不下，若西医诊断为癌肿瘤压迫脑组织或过大阻碍食道所致，凡此种种病症，其治疗方式主要是以手术直接处理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原始点的诊疗方法则不同，由于症的不适感多属他处体伤所致，所以通过按推手背部、臀部、头部及上背部之原始痛点，往往有立竿见影之效。然而短暂的按推不可能使骨刺消失，椎间盘归位，癌肿瘤缩小，如此观察就可快速推断出此病症并非由异常形态造成患处体伤所致，也因如此才能避免错误的诊断及不该有的侵入性治疗。这正是须先按推原始痛点，以分辨病症之体伤位置的原因。好，这里是承继着上面那一段，进一步，因为大家在看那一段一定会有一个疑惑出现，就是为什么异常形态造成患处体伤，再由患处体伤导致病症，需要先按推原始痛点无效，那西医才能从果治疗呢？那是不是比较以作者来看，好像作者有偏袒，好像偏袒原始点，好像原始点比西医重要。事实上不是从重不重要来谈，写这一句话是因为再由患处体伤导致的病症，这些病症常常都是多属他处体伤引起的，只是一开头我没有这样讲，后面才会慢慢讲。那多属他处体伤，你从大开关一按就解决了，根本不需要开刀嘛。那也就是西医说的患处体伤所致之病症，这种案例其实在临床上还是属于少数。那反过来说，不就是他们的诊断多数是错误的吗？那用多数错误的诊断来开刀，
那不就很危险了吗？所以这里其实隐含着这一层用意在，但因为大家没有听我，所以只要看上一段，如果我今天没有继续把后面的写完，我看很多人会对这些事会有疑惑的，所以我们就继续来看下面我的回答，颜书的回答，我就认为这个比较一定要举例来说了。那第一个例子我就用手指麻还有坐骨神经痛，那手指麻西医一般都是诊断为颈椎压迫，不管是骨刺或椎间盘突出都有可能，西医的说法常常是这样。那包括坐骨神经痛，他们也认为是腰椎椎间盘突出或是骨刺，他们也有可能这样说。那不管他们怎么说，就是反正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已经压迫到来造成手指麻或坐骨神经痛。好，我们来看这一个例子，我们很快就可以看清楚麻跟痛，这是很常见的，但西医一定要检查，那检查出来又有那么多的异常形态会造成，那到底是不是由它引起的？第一个，如果学过原始点的人，第一个当然就会问麻跟痛，疼痛酸麻痒，你只要一念一下多属他处体伤，那就不对啊，那这个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是属于患处，它是属果，果的部位就是属患处，就好像症状的部位属患处一样，所以他们也是从患处，所以我才说他们是从果下手，是从患处下手。那对于麻跟痛，我们多属他处，我们不可能在果上处理啊，也就不从患处下手啊，我们是从他处下手啊。那这个如果有学过原始点，第一个马上就会浮现这种冲突性的，这样的理论一定有问题。但是你看，一般初学者西医这样讲是没有感觉的，好像他们讲的好像也没有错啊。但是如果学原始点的人，只要稍微深入一点，马上就可以看出其中的问题来了。我也是照西医的说法这样举例，你看我们很多，我相信现在一些比较有对于原始点有欣喜的人，一下子就马上看穿，这里有问题了。那如果他处，那很显然我按推就可以好了，根本跟患处无关嘛。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先按推，因为他们这种说法是普遍性的，那普遍性就是他们这种错误，而不该开刀的人是很多人，不应该开而开的。那事实上这些人只要稍微按推温敷就可以完全好，那这样的全世界的人太多太多了，所以这一边我认为特别重要也是在此。好，那我第二个举的例子就是头痛跟食不下，痛一看就知道痛也是他处体伤，吃不下也是症的不适感。好，那如果西医万一又检查出仪器检查出这是有肿瘤压迫，比如说脑瘤压迫头痛，脑压迫脑组织造成头痛，如果他们这样说吧，好吧，我就承认他因为果影响到因嘛，让这个组织运作失调嘛，才造成体伤，我是替他们圆满，要不然他们常常会讲因为脑瘤造成头痛，那就是果生果是不对的，所以下面这种词句是我帮他们有时候加进去，他们有时候讲有时候不讲，所以大家也习惯果生果，他们也乐于造成这种逻辑，但这种说法是不严谨的所以我才会把他们写的比较严谨一点，就是好，而且他们说法也常常会这样说，这种说法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不是问题就是会不会压迫脑组织造成头痛，或因为癌肿瘤太大阻碍食道让你吞不下，会不会这个也就是它阻碍食道
这个应该还要加一句话，如果这样还有一点不大对，也就造成这些运作失调那造成因素阻碍，有些阻碍少一点它还是可以吃得下也就是已经造成这种运作失调所以它也没办法吞得下。好，那这样这些病症呢，这些手麻呢坐骨神经痛啊，头痛吃不下，这些病症他们的治疗方式是怎么样？他们就直接把检查出来的当作主要诊疗对象啊，不是在治疗你的食不下头痛啊，手指麻或坐骨，他是要拿刀子准备来割你的啊，所以他是拿刀子准备处理异常形态，可怕就可怕在这里。其实这些症啊都是很平常容易见到，事实上都很容易治的，但西医在这一点他们就在这样的异常形态的判断下，他们认为会影响到体伤，患处体伤，再由患处体伤导致病症，当然这是我替他们圆满那实际的讲法就是这些骨刺也好，椎间盘突出也好，或是肿瘤也好，会压迫然后导致病症的产生，所以他们认为你要解决这些病症，你必须要处理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也就是骨刺、椎间盘突出或是肿瘤，这些都要处理那你的病症才会好。那表示西医是怎么样，他们是很正式跟我们玩大的了，不是玩小的哇！那开刀是真的大问题啊！第一个花大钱不说了，对身体又是一个很大的破坏，那破坏了能不能好还是一个问题啊！这些种种问题你必须要考虑到，但一般人如果没有学原始点，他会想那么多吗？他一般就直接接受了吧，一般很多人都是这样。好，我们来看下一页，这里就点出来了，这不对。因为为什么症的不适感，比如说手指麻、头痛、坐骨神经痛，痛跟麻明明就是按就可以按得好啊然后食不下也是症的不适感啊，这个很明显就可以按得好，所以原始点的诊疗方法一看到从症状来判断，不要用仪器因为仪器检查不外就是老跟病，他们有时候老病也混淆了，搞不清楚了。那原始点直接从症状也没有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只要通过观察这个症到底是病还是老，如果是病那很简单，我要处理病，那就是再把它细分为症跟状症多属他处体伤嘛比如症的不适感多属他处体伤那这个是最常见的。功能混乱当然也有，但是一般是以症的不适感最多，比如头痛麻就被割了一大堆好，那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几乎可以观察出来，那这样直接就按推原始痛点不就可以了？所以按推原始痛点，找出相对应开关，比如说他手麻，我们按手背部他坐骨神经痛，我们按臀部原始痛点，他头痛，我们按头部原始痛点，然后他食不下，我们按上背部原始痛点。那这样一按下去，往往有立竿见影之效，因为几乎百分之八九十以上都是属他处体伤，所以你一按就可以破解。那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这样，那表示他们的错误率可能就是多达百分之，反过来说了，他们的错误率也可能高达80% 到90%欸。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啊。好，那如果我们真的按推又有效的时候，那就证实一件事了。好，我们就开始可以看短暂的按推能使骨刺消失吗？椎间盘归位吗？癌肿瘤缩小吗？你自己问，不可能嘛。那表示他们的理论
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是有问题的嘛。然后再进一步想，好，你们说是有骨刺椎间盘肿瘤引起的，那问题这些是属患处啊，那我按的位置是在他处啊，然后我他处就可以解决，那不就是证实你患处并非你说的疾病之因呢、并非这个造成患处体上影响因，患处的因再由患处体上的因导致病症，这样就看得出来，所以从两点就可以判断，而且是快速的判断出来，我按的是他处，然后我就能解决，那我又不再按患处，可见患处的理论是有问题的。第二个又可以从这样再细思维，按推是短时间啊，不可能短时间会让骨刺消失，椎间盘归位，癌肿瘤缩小，那就可以又进一步看出他们的诊断，这些根本他跟他无关，是不需要开刀的，这样很快就可以推论出来。所以我认为他从原始点来讲，按推如果有效，你马上就可以想到两点，那为什么短时间这些没有消失而病好了呢？第二个，我按的是他处啊，又不是患处，那这样也不对啊。基于这两个理由，你就可以快速怎么样？来，我们看下一页。基于这两个理由，你们这样观察就可以快速推断出此病症并非由异常形态造成患处体伤所致，这个病不是由患处体伤导致，它是他处嘛，所以不可能。好，啊，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你因为懂原始点，那既可以治疗疾病，我这里只是没有写了，既可以治疗疾病，也可以避免怎么样错误的诊断及不该有的治疗，这才是需按原始痛点以分辨病症之体相位置的原因。它有两个功能，也就是也因为如此，第一个，它不只可以解决疾病，也就是这个病症，第二个还可以怎么样避免错误的诊断及不该有的侵入性治疗，它有这两个。所以如果这样写，可能大家是不是会更清楚一点啊？你看，按推原始痛点有这样，既可治疗，又可以诊断，然后再一步同时到位。所以原始点研发出来之后，我认为它就像一个照妖镜，它马上就可以看出医学的很多问题啊。所以我常常在讲哦，你按推原始痛点，它可以分辨体伤位置，那分辨体伤位置，你就有办法分辨医学，然后再从因缘果的理论就可以很快速的看清医学理论的对错，这个绝对没问题。那原始点最最特殊的就是按推原始痛点，既可以达到治疗，又可以达到诊断，那诊断就是可以分辨出医学的对错，理论有没有对，有没有错，这个都可以分辨得出来。那这一点上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西医既然他的诊断一开始就有错了，用仪器来检查一开始就很可能犯下错，那我们也承认他，我们还是耐心的把一点一点的分析出来，那最后再来把他的问题说出来啊，因为很明显嘛，多属他处体伤，你怎么会把它说成患处体伤？这个本来就有问题了嘛，怎么会是压迫到骨刺啊、椎压迫到脊椎啊，或是压迫到食道、脑组织啊，来造成病症？那是不可能的，这些症都不是因为这样而来。好，那所以这一段已经可以把它讲得很清楚啊。那我们再来看下面。综上所述，在诊断上，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既非疾病之因，也非疾病本身。即使异常形态会影响患处体伤，从而导致病症，
但临床上并不常见，因为病症的不适感多由他处体伤所致。在治疗上，西医从果治病是以医疗方法从患处下手，所以通过手术直接处理异常形态，固然有助于疗愈患处体伤所致之疾病，但未必有助于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且手术会严重破坏身体及消耗热能，对重病患者不仅难以治愈，甚至还会危及生命。好，这一段就是再进一步从上一段用诊疗的方式来把它进一步再说清楚，也就是我们说综合上面所说的，那西医我们就可以归类出来，它最常见的缺失在诊断上会有什么缺失呢？就是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其实这里当然也可以再加一个组织受损，但是我们这里重点是在谈异常，我们就不再节外生枝，直接批判异常。那仪器检查出来异常，异常有分异常形态啊，还有异常指数，那我们说的异常指数根本不用提，我觉得 那一开始 就是一个很大的盲点。那好，我们即看异常，这个异常形态也好，异常指数也好，它根本也不是疾病之因嘛，也不是疾病本身，因为它不是体相及热能不足嘛，所以根本不是疾病之因，那也不是症，也不是状，那怎么会是疾病呢？所以也非疾病本身，所以很明显这个异常就是指衰老了。好，那即使异常形态，这是替他讲话，就是虽然这种不常见，但我们还是提了，即使异常形态会造成患处体伤，从而导致病症，但临床上并不常见，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说压迫什么种种导致的病症，这些病症的不适感多由他处体伤所致，也就是你只要找对开关一按就解决了，但医学却把它玩大了，本来小小问题变大问题了。这是我第一个对他们诊断的一个看法评论，因为举了那么多例子，我相信大家都听懂，就不再进一步解释。我们再来看他的治疗上，那治疗上他们是完整的，我说自从你检查出来异常形态的时候，他们就是用异常形态来说服你，说服你怎么样接受他们的手术，也就是他们刀子早就磨亮，准备磨得过，就是磨得很尖锐，准备怎么样，准备向你们的异常形态开下去了，准备把它取出来。这不好玩的，这个真的是玩大的。好，那我们来看他们这个处理异常形态真的能解决疾病吗？我们必须承认还真的可以。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些病刚好是在头部，他都把它挖干净，而说不定症状也可以缓解了。我举例子了，比如说像盲肠炎，他们检查腹痛，他检查出是盲肠所致的，或是他们说肠粘连所致的，甚至癌肿瘤好了，胃肿瘤，他把这个因为刚好在腹部嘛，他从腹部下手，刚好把这些东西挖干净了，他就不再痛了，这个有可能。还有一种比如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像黑脚阿嬷，他脚趾头黑掉然后又很痛，那西医他认为应该要怎么处理？很简单，要截肢啊，从膝盖砍啊，那砍了
不要说脚趾头，连小腿都不见了，那还会痛吗？当然也不会痛。那还有黑黑的组织坏死吗？也没有，看不见了，因为这一条腿，这个小腿都已经被截肢了，哦，也看不见了。那在西医，他们认为他们是已经处理了，那刚好处理的症跟状都在同一处出现，所以他们砍的部位又这么大，那你说他的病还会在吗？当然不见了，没有小腿了，你脚趾头哪来的痛啊？类似这样，我指的是这样。那这样，他们有没有办法治疾病？我们不得不承认，他还是没有痛了嘛。那西医也达到了治病的目的啊。啊，那治的是什么病呢？患处体伤。那我刚刚讲的，比如说他处体伤，但未必有助于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哦。我这里就提出来，如果他处体伤的病症刚好跟患处很接近，比如说，他的病症脚趾头在痛，然后他一割连脚趾头都不见了，那当然也不会再痛了。那问题如果这些痛跟他判断的异常形态是不在一起的啊，那就未必咯。我举一个，比如说我们刚刚举的手指麻啊，西医说是颈椎压迫，结果你手背部一揉它就好了。那如果这种情况下他开颈椎手麻会不会好？大概不会好，我的判断，因为它是由手背部引起的，你开颈椎干嘛？所以为什么很多开刀会失败？因为他开错地方嘛，开关根本是在手背部，那你开到颈椎怎么会好？我再举，比如说坐骨神经痛，它是整个腿都在酸痛，那你开到腰椎，那我们的开关是在臀部，那你开的地方根本开不对嘛，那这样开了对腿麻有用吗？没有用啊，所以他腿继续麻。我记得还有一个足底痛的，足弓痛的一个患者，他经过十几年找西医都没有效啊，那最后他找到一家把他照脊椎，说腰椎椎间盘突出压迫到，哦，所以要开刀。就他开完刀，本来腰没有再痛，他把他开完刀又把他腰椎固定，结果他变成腰痛，还有他的足弓继续痛。那他来的时候，我一看我就觉得蛮荒谬的。所以他从患处下手未必能解决他的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嘛。那足底痛多属他处体伤嘛。所以我只有从踝骨帮他按一按。按完没有几下叫他下来走，他马上就可以走啊，也不觉得痛啊。哦，所以这一句话指的就是他虽然可以疗愈患处体伤所致之疾病，包括那个病症，包括如果他处体伤跟患处体伤蛮接近的位置，而他一割刚好被他割掉，你也没他的办法。那如果割不掉，像我刚刚讲的手指麻，他认为是颈椎，腿麻是因为腰椎，那他开了根本没有把整条腿割掉，也没有把整只手砍掉，他麻还是在啊。我这样讲应该大家就理解了，所以我这里就批判他们这样的处理还是只能解决局部，即便这样的患者非常少，那效果也很有限。然后接下来就是进一步批判西医手术啊，会严重破坏身体及消耗热能，而且你被砍掉的很多就不见了，你很难受的。你看，你一个腿指头黑掉，你整个小腿都不见了，你接下来的生活怎么办？西医常常忽略了这种，所以他们在处理上少了很多的人性化，有的只是，就是比较属于霸道吧。这种手术
破坏性的，我认为都属于比较霸道的。这个破坏身体后遗症蛮大的，很多人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三思啊。然后对重病患者身体已经很虚了，经过手术的破坏又消耗热能，那不止疾病，万一它是属他素体相引起的，这种疾病不止不能治愈，甚至还会怎么样，危及生命啊，这些都值得思考的啊。所以这一段已经很从头一路讲下来，就是好，那西就是如果他们异常形态真的会造成患处体相导致病症，那第一个这一段在谈的就是从诊断上这种几率不高，因为病症的不适感多属他处体相所致，在临床上比较少见。第二个，他们在处理这样的病症是用手术处理异常形态，但处理异常形态只能说对患处体相有效，但对他处体相所致之病症就未必有效了。如果他诊断是错误的，那你很可能就割了之后还是症状不能解决啊，病症不能解决啊，这个都要思考。而进一步再说，手术确实破坏性大，对重病患者你一定要思考，你的病症不但没有好，还可能赔了这一条命，都有可能啊，这个都就是他最大的问题。好，那我们把西医的诊断还有治疗的缺失也都讲到这里了，就是从这个异常形态会造成患处体相，再由患处体相导致病症，这样一路下来讲到这里应该算截止了。那后面就是结论吧。总之，身体的变化不是走向疾病，就是走向衰老。所以不论是通过观察或仪器检查，其结果不是属疾病的症状，就是属衰老的异常。其因则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正因如此，原始点的诊疗方法通过观察症状，以医疗保健之源从因处理，不仅可解除他处与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还可收因变果转之效，解除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及组织受损。好，这是我们的结论哈。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讲疾病与衰老，那这里结论就是呼应了这个题目，就是说我们身体从生下来它的变化不是走向疾病就是走向衰老。那我们既然是这样，我们所有的包括原始点的诊断或中医的诊断也好或西医的仪器检查也好那不管你是通过观察还仪器检查，它的结果还是一样，不是属疾病就是属衰老。你以为仪器能检查出什么东西？没有，它就是疾病跟衰老而已。那仪器检查出来的有三种大致你可以归类的，就是一个异常，一个组织受损。那异常分为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那这个属异常属衰老，那组织受损属疾病。所以它谈的还是疾病跟衰老啊。所以很多人迷惑以为那这样仪器很科学很进步，没有啊，它跟我观察体表不都是一样，体表我也可以观察出来脸皮皱还有白头发，我一看我就知道那个是老啊，根本不用借助仪器我马上就知道，那体表会老体内也会老，你就可以以此来推嘛，是这样还不简单那如果他有症状比如他有组织受损撞的组织受损，我一看也可以看得出来，或皮肤病这我一看就知道起疹子啊，红红一片啊，我马上就知道了那如果患者跟你讲他有头痛啊，什么手麻啊吃不下那这样我一听我也马上可以知道这是属疾病嘛，所以这个不难
那不管是老或病，它的因只有一个，就是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那问题西医有没有因？没有啊，西医所有检查出来都是果，他们大家以为他是在探讨疾病之因，但其实都不是，它既非疾病之因，甚至有一些是疾病，它有一些根本不是疾病，如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这个就不属于疾病了。那既然老或病都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那原始点就很好办啊，因为原始点都是从医下手嘛，所以它的诊疗方法只要通过观察症状，也不需要仪器，因为仪器看的不就是老跟病吗？啊，不是老就是病嘛。那我们要治疗病，我们观察症状。好，那以医疗保健之言，从因处理，因就是指体伤及热能不足嘛。啊，那这样就可以解决怎么样？不管它是他处或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乃至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就是老，还有怎么样？组织受损就是病。啊，老病皆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所以我这样处理，当然它也可以好啊。甚至你处理得当，甚至连比较严重的病都可以转危为安。哦，所以表示原始点，它从因下手，事实上老病都可以处理啊，然后也不会犯了西医讲的啊、哦，这个诊断上一开始就出了差错，啊、哦，甚至啊、哦、还要动刀子。来消耗我们的热能，然后西药也是一样，只能怎么样？它是属于脊梁嘛，啊，也会消耗我们热能，然后它又不能达到根治疾病，只能控制症状或控制异常形态，或是异常指数，哦，就是这样而已。应该是异常指数居多了，像高血压、糖尿病啊，这都是异常指数，他们常常是。一辈子就吃西药，只是控制你。他今天吃有效，明天呢？明天还要吃药，要不然就高起来了。哦，类似这样。所以这些从因下手才是根本之道。好，最后一段是把它点出来。那这样的诊疗方式，大家一比对，如果真的聪明者，哦，原来医学就这么简单，然后也不需要复杂的仪器，原来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啊，所有问题看清楚，完全理解哦，而且可以看清楚哦，甚至理解透了，然后从日常生活的一些简单方法就可以处理它，这不就是大家要的吗？哦，那大家的啊，不管生命的自主权或自己生命，都可以掌握在自己啊。生命就是老病死这个过程，你都可以牢牢掌握在自己。这样再细细讲一遍，我想应该大家都听清楚了，应该这一篇是很重要的，那希望大家真的不会再有疑惑了啊。肠梗阻灌肠案例，父亲91岁，因三餐爱吃蛋黄派，十多天不排便，医院诊断肠梗阻，年纪太大难动手术，医生下病危通知，嘱咐准备后事。父亲吸着氧气等我们回家，很虚弱，腹部隆起，压实疼痛，拒绝触摸腹部，排尿困难，下肢水肿，发热 38.5 度左右，喘得很厉害，不停吐黑痰，很粘稠，用纸到咽部才能抠出，自觉热得难受，不愿盖被，吃少量流食约40毫升，他食不下，都是硬给他吃的。用新鲜姜2斤加2000毫升水熬2小时，至约200毫升。先用60毫升灌肠，因多天没排便，怕肠子坏死，没敢多用，看状况再说。灌肠当天，发热，脸部发红。用热水袋煎断温敷了一会儿，轻轻按推就剧痛，用指腹按推上胸椎和剑椎两处原始点，没反应，姜汤灌进去都没排出。
第二天也没排便，持续吐黑痰，只喝清水，给姜汤就马上吐出，因此没逼他喝，尽量顺着他，让他心情愉快。他不让温敷，按推。上午我又用相同浓度熬制的姜汤200毫升灌肠，到下午三点多，在失禁情况下开始排便，排了很多。第三天早晨继续排了很多大便，也不哮喘了，也不吐痰了，也退热了。父亲真的度过了生死关，这次没事了。排便后能靠墙上坐起来，不吐痰了，但表情痛苦。第四天可以先吃点米汤，逐渐再给些稀米粥。大量排便持续六天后才正常，期间排得很费劲，大便都是硬块，用手抠不出来，就用扁的冰棒棍抠。我只想帮他减轻痛苦，毕竟91岁高龄，我没有压力也没有期待，所以就放心做，放手做。我比较理智，反而效果更好。后来看父亲病的医生问我侄子，你爷爷走几天了？侄子回，我爷爷已经好了。医生说不可能，91岁肠梗阻的高危病人还能好？医生还问怎么好的，我侄子说很简单，就用姜水灌肠，还有念佛。医生连连说少见少见，不可思议，要命的肠梗阻都能好。原始点这么好，灌肠这么有效，救了老人一命，真的不可思议。感恩张医师发明推广原始点，利益苍生。后续追踪，2016年1月21日痊愈后半年，体重比病前增加10多斤，依然很健康，心情愉快，生活自理。气胸案例。我平时习惯喝冷饮，也多年抽烟的习惯，经常熬夜。于20175月21的时候5:20早上起床后，发觉右胸怪怪的，有点压迫感，呼吸不顺畅，但想说过一下子没关系，就照常生活。到了20175月22号的时候，早上7点多，同样的症状，但多加了咳嗽，感到不舒服，想说应该没关系，到了中午才去看医生。到2点的时候，医生诊断为气胸，需马上开刀。我爸来过原始点，听过讲座，深知气胸是不会产生症状，而是因为体寒体伤所造成的。他就马上联络基金会的志工们如何处理。于下午5点的时候，我们办出院，6点的时候到基金会，由志工紧急处理，先帮我温敷喝姜茶，再进行按推。按推时感觉非常痛的地方是上背部跟肩部，经处理后觉得右胸就没有那么的那种挤压的感觉，呼吸也慢慢的顺畅。做完这些后，回家后也持续用暖暖包温敷，也喝姜汤。喝姜汤，然后它的做法为1斤生姜加 1500cc 的水，然后熬制变 500cc， 然后再加上人参5钱。2017年5月22日 X 光片，与左肺相比右肺明显萎缩。2017年6月5日 X 光片，14天后右肺大小有明显恢复。植物人案例。我老婆在2013年的2月4号出了一次车祸，导致开了5次楼，输了100多斤血，在重症监护室待了3个月，昏迷7个月的时间，一号成为了高危植物人，幸好在医药扎杀复医，复二襄阳公安康复医院住院1年8个月，
饮料费用一部70余万元，家里面纽红丝都卖掉了，一次病情不仅好转，幸好多次咨询广州北京深圳等有名的教授，已没有一个好的医疗方案。为什么说他高危植物人呢？这是医院里定的，他有退位雇佣几十个危险，除了他是植物人以外，而且他还有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尿路感染、炎症癫痫、身体虚弱导致经常感冒，随时都有生命危险。2014年10月接受了原始点，接受原始点以后就是要按摩一条脊椎，提取原始点，按摩以后就马上敷红豆蛋。姜汤呢就是喝冷姜汤，功夫呢就是头部、颈部，就是暖暖包。睡觉我们就是个电的红豆蛋，外力的温敷，基本上是25小时左右。就要通过这些办法有了明显的好运，现在能够实现部分生活自理。现在呢，好多人呢，第一个他自己会吃饭，第二个呢，他现在的学医啊、学习啊，他自己会。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开进行简单的交流。我问他，我说老婆早上好，老公早上好，你辛苦了。自己徒手走路，一次能够走200米左右。爬楼梯能够从1楼到18楼。真的？嗯。好好好，不错。幸好我的目标是要达到全国社会主义。2026年以后，我觉得准备呢，带着老婆到联合国去旅游。那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啊，各位再见喽。谢谢，谢谢张医师。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谢谢大家。